你老我。系，多谢晒，哇，长咗咁多头发你，系，系，系。咁啊，今日即系除咗长之外啦，都有好多表演啦。自己 enjoy 边一 part 咧？哦，我哋有份表演嘅系 opening 咯，系，系啦。咁因为就有音乐人同即系我哋啲歌手一齐演出啦，系，系啦。咁所以好 enjoy 啊！所以好 enjoy 啊！同埋除咗我哋自己表演嗰 part。因為太耐冇現場有觀眾去唱歌俾佢哋聽咁，咁啊雖然一段，咁啊都已經好開心啊，尤其是係同埋有份製作音樂嘅音樂人何炳一齊去唱《留下來的人》嗰段特別感動咯。嗯，同埋做觀眾都好爽啦，因為其實成個頒獎禮都好好睇，好精彩啊！啲表演即係譬如不論跳舞啊、R&B part 啊，甚至係一啲好多 crossover 都好精彩，係一啲好 unique 嘅樂器啊，即係同咁多歌手一齊產生啊 band 嘅夾啊，即係組合嘅一啲 crossover， 即係呢啲係我哋好開心嘅，做觀眾都。我特別喜歡 EDM 那 part 啦 ，EDM hip hop 那 part， 係我冇諗到有 EDM part 嘅喎，原來咁係咯，跟住見到平時唔係成日上電視嘅，可能 JB 啊，哇，全部上曬嚟，覺得好正咯，好似百花齊放咁。嗯。嗰次唱留下來的人，有冇話即係再一上次啊？你哋喺超級表演咧，咁啊，要觀眾咁啊，今次又再即係喺個台度唱，即係同埋大家一齊去跳，你哋有冇啲特別嘅？即係今次攞獎啊！其實呢首歌即係坦白講，去到現在咧，我覺得係一種精神多於一首完整嘅歌曲，超越咗歌曲，即係即係賦予一種精神咯。咁我覺得每一次，尤其是同三個兄弟一齊演出啦，係啦，都好 enjoy， 好感受大家嗰、那個嗰、那個 energy 咯，好似每唱一次就少一次嘅感覺，同埋唔同咯，大家唔同係嘛？有啲唔同嘅能量出現，係每次都唔同，因為尤其是加上你用唔同嘅樂器去唱嘅時候咧，因為有時歌迷話：咦，今次有新版本喎、哦，係啊，唔止係啲樂器，有時可能唔同嘅夾唔同嘅人，或者喺唔同嘅場地唱咧，次次都有啲唔同嘅感覺。再加上真係身邊可能有好多人慢慢又多咗人離開啦，咁變成咗呢首歌每次唱嗰個重量又唔同咗咯，咁所以今次呢個重量就再重一啲咁樣。但會唔會今次組合獎得群獎啦，會唔會都有少少失望咧？其實獎項嘅嘢係你係你，我唔會失望，好開心啊！有獎攞已經好開心啦。係啊，同埋金文同即係唔係話我哋最即係、就是、最重視嗰樣嘢，最緊要係可以有機會可以唱歌俾大家聽，同埋大家一齊去互相認識啊，互相分享音樂咯，呢個先係最重要啦，直覺係。Thank you。唔該曬，好 ，thank you。